F 机的网友你好，我是樊伟。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利用小配件在车上改变一个约会的造型。记得在改变造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你头发的发根抓松，再做造型，这样子呢出来的造型呢会比较自然。那我今天要利用一个小发夹呢，改变成公主头的造型。我们用我们的食指把头发梳顺，要抓住很自然、很浪漫、很有法国风的头发。记得理好头发之后呢，在发顶部分呢要把它抓松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自然，而且脸也会比较瘦。然后呢，我们用扭转的方式，用扭转的方式呢往前推一下，然后再把发夹夹上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建议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呢有点小心机，你可以多带一个围巾或多带一件背心，来改变你的造型，让你的造型更加分。